这可以用升级啊？不行，用这好强哦，用过一次不行。讲错了，快乐。他这样打怪算是玩家打吗？有打到朦胧之心就是啦，算哦。他特殊掉肉都会掉，这样很好哎、欸。对啊，作弊？哪有？哪里作弊？作弊？哦、作弊？杰克作弊？我是怕换电池的时候就完蛋了，你会剩一堆。反正他也不会打到你啊。是啦，作弊。而且你旁边放一台发电机就好了，它是每 tick 最高消耗40，其实大部分的火力发电机每 tick 都超过40啊。好，你就旁边放一台发电机就好了。嗯。哦，早帅。嗯，这个人胸部很大是不是啊？什么东西啊？什么东西？拉布尼拉斯雕像。什么时候做速度升级啊？多格斯软。对，要做提取的升级，不然拿太慢了。我要回家放。对啊，在外面看是破图，没办法。哦。所以我停止，他停止工作的时候是不能拿，不会拿东西的吗？嗯、两个红字，两个，哦，鞋。哦，怎么突然全部长出来了？吓到了吧？嗯，有吓到。嗯？为什么你又不采收了？给我马啊！给我采收，给我采收。这样感觉放个虚空漏斗好像不错哎、欸。看这个收割机采收速度好慢哦，真的超慢的、哦、真的。我觉得你那个旧的比较好啦，你那个旧的比较好。失业回来啦，找回工作啦，老板需要你啊。新的员工他好懒啊！你们会卡？你们会卡吗？啊，会卡吗？还好，还好。哎、欸，断、欸、了，全断了、欸。我还我没断呢、欸。断三，我也断了。我也断了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开始玩深渊了没有？我看一下后台啊。好。是我生太多怪吗？不会吧？哦，还是因为我刚在跑图啊？可是我飞很慢哎、欸，跑图，我就跑。哎、欸，我飞很慢，我不像你是咻的那一种哦。你要想想看，我是刚学会飞的那种雏鸟，那种上下飞的哦。飞上去掉下来，飞上去掉下来，飞上去掉下来。我是刚喝，我是还在喝醉哦。修来修去，是不是无法连接？应该是那个啦，他强制把它关掉了。嗯，哎、欸，你刚研究到一半呢、欸啊，怎么办 ？Offline， 对，他关掉了。那个啦，那个什么花，他生气了，刚用我，现在又不用我，现在叫我回去，我不玩了。漏斗花的怒气，漏斗花的逆袭，刚叫我。把我辞掉，然后嫌我慢，啊，现在又叫我回去，哼，我都不工作了，不做了啦，不做了啦，是不是也不做了啦？不做了，不做了。是不是中介龙最近吗？最近打一打，就看看团时间调的怎么样啊。在开团团啊，跟我可以等那个一矿出来，我做装备过去吗？可以，一矿可能明天就好了吧？好，你要重的东西吗？啊，不少，不少。那看能不能那个两组啦，两组应该够了。两组明天应该就够了吧？好。可恶，我还在做我的蛋糕工厂哦。已经做好牛牛，受坏牛牛了。重启大概要5到10分钟。好，我们就先随便聊天吧。聊天啦、啊，聊天喽、啊。哎、啊，聊天咯，
耶耶，新员工的怒气才对，他新员工动作实在太慢了啦，才好慢哦。没有，他都是做表面的。哦，他好好用，发现说都在偷懒。对啊，就如果是旧员工，他是每一秒都在帮你采收，然后新员工大概十分钟的，好了，去采收一下。有CD时间，真的。还是原本的好啊，家里妹啊，其实月月本可以很快的单挑中介龙了吧？我们这里的我们三个人都可以吗？我们三个人都可以啦。林贵是泥鳅啦，是泥鳅啦，泥鳅啦，鳅啦，七七七七还是没有？嗯。我们三个人都可以单挑了。如果是原始版本的中介龙的话，三个人都可以。嗯，也很容易就打掉了。什么叫我跑图太快？我跑很慢呐、啊。哼嗯。可是上次杰克跑图跑断一下就回去了、啊。也没有到什么伺服器关掉啊。对啊。嗯。好有啊，有一次是真的是跑到断掉了，在玩啊，海底机那一次飞太快了哈，对啊，啊，这样飞也会断哦，讲屁话，我飞很慢的，我只在那边一直盘旋而已啊，那我飞很慢的，只是时速一直在图跑不出来而已啊。聊一个小时吗？没有啦，等伺服器开好就又要进去啦，再问就关台了哦、喔。嗯、啊，就关台了，关台了。对啦，他不是说什么时候关台了？他是说聊天一个小时吗？等一下哦。哦、今天这么多人开台啊，最后一天的是吗？啊，小雨还在自走棋 哦, 哦，我自走棋，我受不了了，我要过去要的台，我要过去讲一下。又我说么搞啊？哦，这个人哦，讲一下哦，团还在什么？啊，他那是固定节目，那个没办法，那個、哦。他们的功力节目，算一下他。谁在自走棋？小雨啊！好啊，不陪我们玩。他自己是不是下载 Dota 2就没有玩过了？对，下载完之后就没有玩过，我连玩都没玩过。哦，我玩了两场，觉得没有对位就没有玩了。是哦，我的话是还有对位啦。会想再玩这样，我是还好，就没有很对位。我也还好，因为我也没玩过。搞不好玩的就哦，没有策略的嘛。CC 生存 ，CC 生存，我这边应该也不会再更新了。这边也不会再更新了，不是遗忘了，是已经算是停更了。不知道玩什么了吗？你们不觉得现在这个伺服器比较好玩吗？你不觉得 ATM 比较好玩吗？有模组的东西。打 IP 手不行不行，我们现在不能关游戏，关游戏就要重开，要15分钟了。嘿，我们现在不能关游戏，哎，不能打 IP 手， IP 手也不能开模组进去，会被抓。我们还是开那么多模组了进去。对啊，他开了200多个模组啊！说干嘛？他说这个人到底在干什么东西啊？200多个模组。萌萌哒是什么音乐？格斗宝贝啊！萌萌哒，萌萌哒，搜寻格斗宝贝就有喽。对啊，我这边还有影乐唱的录音版。
真假的？哇哦！你还录哦？这个人哦，我去哪里喝的？呀，那个用的唱得很好，这个啊，我的墨水也有了，哎呦。唱得很好，而且那首我那时候是第一次听。就把它加速而已，你整首如果播进去，我订阅下去就是要等30秒之后才能看一下留言，等太久了。可以直接看，因为有这个模组。如果无效的话，不是现在不是开不开的问题，现在是伺服器是关的。孤用鞋子就有轻盈，是哦。好，我等一下看一下。感谢礼物。现在重点伺服器是关闭的，我们进不去伺服器里面。为了感谢大家的牛排，我只好吃面给大家看。啊！你这个人哦，你吃那个？回来了。我怎么一回来就听到熄灭的声音？伺服器开喽！啊，伺服器开！我刚刚想说你说伺服器好了，原来你是回来的。抢灯哦！没有回应。抢灯哦，登录中。哇，你允月大爆气，允月两个字都可以打错字哦。哇哦，哪个允？哪个允？耳字旁的允。我觉得允打错，搞不好还没有耳字旁的允。然后越南的越，两个字都错吗？太厉害了。哎、欸，我回来了。我回来了。我还是吃不了这颗肉。哦，吃了。好啦，我们来挖挖看这个下面的这个吧，真快穿。又要涂自己真快穿哦。哇，这经验。Excuse me? Excuse me? 你一死局。你刚被气坏吧？我真的觉得它太慢了，我要换回来。这采收速度不行，差评。哇，如果我在我家下面的箱那个蜘蛛生怪砖那个下面的箱子，如果打开是这么烂的东西，我一定哭。换回来，这个好吗？我们用走的好不好？比较有争议，走的贪图。某台主在吃东西，阿纪吗？谁啊？谁在吃东西？吃东西？谁啊？不是场景啊！你不会吃东西吗？谁啊？那个谁啊？真的是很坏。恭喜登到了，恭喜哦，是我，恭喜。哦，哎呀！跟小雨好好玩一款游戏，但他不要，但他想要玩自走棋，为了不，他想要自走棋。我跟你讲，我是联盟的哦。为了联盟，为了部落，应该是没有玩才敢这样喊吧？你喊出来一定被骂死。对，我没有玩。我没有玩，就是就像你去绿营那边喊说“蓝营万岁”之类啊，还不被人打死？对啊，所以部落跟联盟哪个比较多？都有，其实要看伺服器。我靠，黑暗木的村庄哎、欸，好恐怖哦！黑暗木的村庄。黑暗森林的村庄吗？黑暗森林的村庄啊！大哥，买
买。买啦买啦买嘛买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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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效率，这个效率才叫做工，有在工作嘛？你别再讲了，这人又关掉了。不要刺激我哦。那我是激不起的哦。这就是工作嘛？这一台是做歌机，什么东西啊？不要刺激我。什么东西啊？等一下，他就直接 shut down 伺服器哦，生气气了。你说什么？你攻杀，我还不把伺服器关掉。欸，所以黑暗森林，我之前都看到一只蓝，好像快烧起来的僵尸，那到底是什么？快烧起来的僵尸，我不知道，没看过。全身都冒烟的僵尸。然后那时候我因为那时候装备没有起来，看到他我就是先跑掉。嗯，不知道哎。有没有牛？有没有马？对了，我附魔用的怎么样了？他烧完了没啊？你烧完了没？烧完一个锭，两个锭，还在烧。热了呗。还在烧。电不够啊！我要扳手，再去拆一台发电机来好了。我家要多的扳手，看你要不要。红色的呢？对，大部分扳手都有相通吧？是哦。嗯，我觉得魔族大部分扳手特别多啊。哦，好，我们先看一下我这边吧。我记得我有做一只有找到了。嗯，有这样电就够了。好了，明天还没，明天开学，但功课还没做完，那还不去做，还看什么台？还在看台？还看呢？真的去买东西吃？喷射带回家。我还以为你说吃撑死，我按错了，撑死！我还以为你说撑死你，吃，还吃啊？什么扳手没有相通？啊，对，我还有一件事情可以做，就是来调整血祭坛。啊，我想拿事情来做了。需要一些的图。藏宝箱。藏宝箱。对。哎呦。是类似板条箱的那种吗？哎，我只是想开个箱子就爆了。为什么？送我生鱼。送你生鱼？就他箱子是在水底下有冒泡泡。哦。嗯，我飞不上去，我飞不上去啊！哇，不会，没办法，一次飞这么高。对啊，飞不高。莱姆岛摇摇欲坠，就在眼前。我要去抓史莱姆了。你要拉伸史莱姆了吗？对，那我要去你家拿好了。不过我先弄出一只史莱姆，
而且我不知道它有没有分大小哎、欸。有啊，没有它不会分，随机生。哦。等到大你就赚的啊。嗯。好，我们要去抓僵尸。然后需要很多的命名牌。对了，在前之前的留言有人说有个东西是什么啊？嗯，食物模组的是，这个啦。哦，还有需要一点黄金。有人说这个。重新弄一把羊毛绿宝石。说到这边了，先让我找一匹马吧，找个两匹马，让他们生。对，医师是有说到那个绿宝石，突然想到，命名牌是不是可以从这里面买啊？买什么？分明。有一个东西是什么市场方块，市集方块，集市方块，这个吗？集市方块，它好像是可以里面有东西可以买，是不是啊？看一下，怎么了？感谢会员，怎么了？他有卖。他有卖吗？你这样刚刚的吼很像是有卖什么恐怖的东西。真的哇，好多东西哦！我都有。这里是电脑的存在吗？阿信，哎，你的村民可能要失业了。可是他有卖绿宝石吗？他可以换绿宝石吗？他是可以用，他可以是可以买东西啦。有卖吗？我不知道有没有卖。对啊。不会到失业啊，你就只剩下中间的人有用而已啊，外面那一圈的人失一半，失一半。感谢会员，那里什么东西？我还特这个吗？改掉本名再加入。哎呀，你可以去选看你要买什么。我就常讲说，都是种子哎，你后面还有，你还没按到后面而已。那个好做吗？超好做，好，只要羊毛跟绿宝石还有木材而已。好，我手是还我，你转头过来还我，不好意思，找到马啦，然后它有生成蛋哎，对啊，所以说很好啊，有马的蛋哎，干什么？跑这么远呢？哎，我的绿宝石嘞！好想你，不在我这啊！好想你，好想你，好想你，是真的好想你。哎，它还有丰厚哎！对啊，新年结束咯 ，QQ。感谢确定，哇，不在我这啊，我没看到。哎，我的一组绿宝石呢？能抓一只吗？是不是那个了？那个了吧？那个了，对。因为我现在点不开，我点不开那个 No 完了，你刚刚不要提失业啦，都你，你提失业就断线了哦。为什么？你要说这是关键字啊？你为什么要讲这关键字啊？每次都是你。讲两次失业了就断线哦。感谢一下，感谢 NN 续订。是有跑图吗？还是没有啊？我刚看到马就往这边冲啊！哎，我成功抓到马哦，不是我的问题了哦。是不是又关了？因为刚刚小柯在里面啊，不知道小柯在做什么。哎，小柯。哦，不会再跑了吧？哦，对啊，你们还是就是不要用本名，然后来加会员，不然喊出本名感觉很奇怪。
感谢福袋。我那时候在按价的时候就在想说要不要。不要怪我，刚两次炸都在家。啊？都在家啊、哦？你都在家里？你在家里做什么？跑图。我就是在那边弄机器而已、啊。在家里跑图。在家里五人身怪装吗？可是我刚刚在雨月家啊。这是关键字哦。没关系，关键字，关键字，语音。啊，我们都怪给关键字了。直播记，谁提到失业了？问号。是不是要让你们失业喽？是不是对职业很敏感、哦、所以我的村民就只剩下赚钱公用而已。对 OK、欸、嗯 okay、欸、等一下你可以做看做看那个东西，那个东西几乎所有东西都有卖。那就是用四级的再加村民交易的那个就无敌了、欸、对啊，你就可以买、哦、买买又卖绿宝石。哎呀、啊、买绿宝石然后卖去卖他的东西、啊、有卖有卖，把红色变成绿色，绿色变成钱，发大财！哇，那我那个四级要干什么、啊？你盖了一大圈，结果他一个小方块就把你解决掉啊！没关系，我养马。好，可以。养马养鸡，马上转换、哦，马上转换。刚刚的会员要拍下那个、哦、会员的证明，然后到粉专私讯我，就有机器人会带你进群。有机器人代理哦。那、啊、如果你有玩魔物猎人的话，我们最近有一批很纯的新猎人一起玩、哦。一批很纯的。哎、欸，对啊，每个礼拜就多一个猎人呢、欸，吓死人！这是怎么回事？怎么会变成这样？兔窝开始陆续在屠龙了。嗯，突然开始想玩了、啊。一堆爱沙龙的兔子。爱沙龙。好，马上弄。好哦。自己可以生村民，村民可以生绿宝石，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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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是只要有两台机器就可以让他们互相一个领钱，一个买东西。对啊，他们就有几个新人开始。陆续毕业，然后就开始又那些毕业的跑去带那些新人，一直一个带一个吗？对啊，然后带不过就是说，哎、欸，教主帮忙打一下。我说，哎、欸，你都毕业了还打不过？毕业了，明灯笼都打完了，搞什么东西啊，都已经毕业了，这个都打不过。等一下哦，自己主要伴奏是 PAM 模组的。跟一般作物，跟一些动物的蛋蛋啊，蛋蛋，蛋蛋，没关系，先做一个看看，是动物的蛋吗、嗯蛋？有动物的蛋，好像也有村民蛋，是不是啊？哎、欸，那有动物的蛋，我就可以刷兔子的雕像了。那我小声，小声的讲，要看一下啦，因为我还没有全部看完。看到一半他就当掉了。好，嗯，要休息的晚安。一个是指定的晚安，好，交易内容就可以无限动画换好绿宝石换物。下班了，怎么了？关台？什么关台？嗯，还是我要看一下那个 crash 的文件啊。找看看、啊，可以看一下，究竟是谁害的吗？然后开始，好骆驼花哦，骆驼花又是你，然后他后面那个后台突然一堆英文突然跑出两个字，耶、yeah ，几点几分啊？两次，两次吧，就是看最新的两次吧。吃广告，吃广告，嗯，这一个吧。看一下哦，哦，繁星哦，哦，我就没有飞很快哦，我就看到你的速度在一秒钟两三个 chunk 在跑哦，搞不好杰克跑还比我快耶，我
我是用飘的、欸，慢慢飘。我是好密密麻麻哦，有人会看吗？你丢给我。好。哇。我丢 Minecraft。Crash。十号九零三一标兵三。嗯。这是不是骆驼花是收割机啊？收割机被换起来不开心的、啊。而且他每次在 Crash 的文章，他就写，surprise， 哈哈 ，Well， 真是尴尬， Bye. 哇塞，嘲讽，哇，这 Crash 文件太嘲讽了。没有啊，他每次都在藏，就是在里面就是打那个附注，就 surprise， 哈哈，好像有点尴尬。嗨，我出现了，有没有很惊讶 ？Surprise。嗯看不出个所以然，找不到凶手。好来，找不到也好，搞不好是我。那只好怪关键字喽。大过年提也太敏感了，真的、哦。那换工作好了，换一个。啊，你提到工作吗？开到一半伺服器又 crash 一次，对啊对啊对啊，就是把蛋丢在圣怪章上面啊。